歉，抱歉，我迟到了。又加班了吗？对呀，感觉薪水越来越不够用了。哎，身边的人靠投资赚到了钱，有点羡慕。为什么你不跟他们一起投资呢？我也想啊，但是我又不像他们可以拿出一大笔钱进行投资。我每个月也只剩下几千元，不知道要存多久才可以过阿玉的生活。每个月只剩下几千块，那你可以选择投资共同基金啊。我自己也有在投资哦。共同基金？那是什么？共同基金就是一种把众多投资人的基金集合在一起，带有专业机构负责投资管理的一种理财方式哦。可是投资不需要准备一大笔钱才能投资吗？共同基金相较其他的投资比起来门槛较低，像我们这样的小资族也可以投资，即使一开始的投资不多，但是经过长期的投资和累积，不但能养成储蓄的好习惯，而且还可以更快存到资金。所以无论是对财力有限的小额投资人，或是公司等大额投资人，都很适合哦。原来如此，那投资的风险不大吗？收益的成果呢？共同基金的投资会分散到各种不同的市场中，而风险也会因此被分散，而其投资的收益及风险则由投资人共同分担，所以说大家会共享投资的收益。那如果我也想投资共同基金，首先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你要知道共同基金有各种不同类型，像是投资类别分为股票型基金、债券型基金、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平衡型基金等等，而投资的范围也分为全球型基金、区域型基金、单一国际基金和产业型基金，让投资人可以依照自己能承受的风险来选择自己适合的基金。如果我是投资新手，有什么可以更加有效的投资方法？在共同基金里拥有专业的团队，在我们专业知识不足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选择交给专业的团队，放心交给他们去投资，所以即使在工作或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得到额外的收益哦。那我可以通过什么管道进行投资呢？你只要先去银行办理信托开户，就可以去银行、投信公司、投顾公司、证券公司、基金平台进行交易咯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等下就开始进行投资。好好好好的。既然有了共同基金，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共享你接下来的生活呢？